我们现在105国道，然后看了吗？这是吴桥国道服务区，这儿有一个服务区，然后我们就不过去了，因为我们还得一直往前走啊。把这也记下来。然后那个后面哈，105国道，你要是顺行的话，是吧？顺行过来看，这是可以停车的。这块看啊，这条弯道吧，是吧？从这弯道过来，看到吗？前面这块是可以停车的啊。之前刚才那是东光是吧？东光那服务区呢，你得从前面挑头，他这个就不用，从后面直接就停这儿了，是吧？进来以后呢，然后你得走过去。国道的服务区，卫生间呢，快餐、超市，这三个肯定是有的，是吧？我去，这边是卖的。行，就这意思。我们现在105国道找到两个服务区了，是吧？前面看看还有没有，做一个参考，是吧？